这个站的位置呢，具体是在南极的罗斯海的西海岸的这样一个区域。这个站的建筑面积达到了5244平米这样的一个规模，而且是一个一体化的这么一个集成的一个建筑。建成之后呢，它将会为我们南极考察队提供渡下人员80名，越冬的考察人员呢是达到30名这样的这个规模。我们在建设的工作中呢，要保障各个环节啊的安全的前提下，我们要实现绿色的这个理念，集约化管理建筑所需要的材料，这个节约资源，保护环境，这个最大限度的控制施工的活动的范围，我们坚定的要达到绿色环保建站的目的。